yo, ay, ay, 我最近身体不再壮，听说妖怪特别狂，是否总是被人陷害？老子送了上天堂，发了东家的炕，又拆了西家的墙，看那崩塌的样子，像是几家的娘。我是美猴，美猴王，我是美猴，美猴王，我是美猴，美猴王，我眼睛睛直流畅。首先，直播家们别说那些废话，什么妖魔鬼怪献给老子跪下，问到阎王爷那问问谁是最大。想碰爷爷头角，对不起你配吗？对吧？要不要斩老孙的金箍棒？九九八十一难全都写在经书上。有人想要批判我，好让他心舒畅。可大的弟子还没郭敬明的心舒棒。本事特别酷的，别吃醋了，想超速我要禁锢着，被他愤怒的大鬼屋的阿弥陀佛，好恐怖的，你自负的，命中注的，很无助的，被麻木的，想嫉妒我，这是网络的，看得老子快呕吐了。哎，你这妖怪给我走开！哎，我看你长得也是手歪。西家的墙，看他崩塌的样子，像是鸡鸭的娘。我是美猴，美猴王，我是美。